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34集的节目。我曾经一度以为呢，我应该呢是不会去入手这一款海之宝的地球崛起系列铁皮还有警车的组合包，因为在台湾好像没有代理版。那么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的话呢，是我在网络上去买到的。那根据卖家的说法呢，这个是直接从美国的网站上呢直接去拍卖回来的，所以上面呢没有任何的代理的一个贴纸。那大概是应该是已经超过半年以前它就已经发售了啊。那不知道为什么的话呢，就是比较不容易买到，后来呢好像在大陆的网上好像人民币400多一点就可以买到，比台湾的网拍呢好像要再便宜一些。但是呢无论如何呢，反正我已经把它带回家了，那利用一点时间呢做个简单的小分享。那么呢官方的话呢，在今年的话呢是 Kingdom 为主打，去年是地球崛起，在前年的话呢则是这个围城系列。那我觉得这个 Wolf Cybertron 这次这个三部曲呢其实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啊。那么呢在围城时代呢都是以变形金刚们呢在赛博坦星球的形态呢作为载具的塑造，当然变成人形之后呢当然也会迁就到载具啊，是造型来讲会比较科幻感一点。然后呢到了二部曲的这个地球崛起的时候呢，他们来到地球，那载具的一个形象呢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了，变得比较接近地球的一个形态。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一口气的话呢就四个模具呢就稍微的来做个简单的小对比啊。那这个已经是比较久以前的东西啊，那么做这一集的节目也只是证明说我有买啊，只做个记录而已。那么在警车的部分的话呢，一样是蓝啊，一样是白和黑的配色。那么呢以这个科技感的话呢，其实原本的这款模具的话呢也有一点地球的超跑的感觉了啊，除了上方这一些比较科幻的这个透明玻璃之外，还有这赛星文字，还有这个透明的轮胎啊，说一说好像整个就很科幻了啊，其实它还是很科幻啊。其实跟这个啊非常日系的警车相比的话呢这一次的这个模具在车形态下比较好看啊。这个毕竟的话呢是地球上的载具，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观念啊来断定它是比较 OK 的。那么上方的这个警示灯的话呢就不再是透明部件啊，然后它的一个挡风玻璃还是一样是这个蛮漂亮的浅蓝色。那透过玻璃这样看过去还是可以看到另外一侧啊，感觉是非常舒服的一个配色，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那么铁皮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明显，甚至呢这一次的话呢我可以说是为了铁皮这个模具去买的。车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跟原本的这个我先提一下，这个是我自己补过色，我还有加了一些补充的配件包，所以它的一个造型会感觉比较好看，比较完整一点。那上面这些战损啊什么的勾线啊都是事后再补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两者的话呢外星的感觉，这个就有点像科幻电影里头的一个车辆了啊，包括轮胎的部分啊。那轮胎其实是一样，但是这个也是它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破绽，为什么到了地球之后呢轮胎呢忘了做进一步的扫描。那在载具状况下呢一样糟糕的一个人的这个脚掌还是露在后面，但是在顶部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在顶部的话它露出了手臂的一个上半部，而这一次的这个地球崛起的版本呢则是整个多了一块一个盖板，也就是人形状态下的一个盾牌，给它对一个车型的话呢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填补一个填充啊。但是这相对来讲这个大枪的话呢就不见了。我们现在的话呢进到它的一个变形环节，我们先从这一台警车开始，它是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海之宝这个车变人的变形金刚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模式啊。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两侧的车门给打开，那严格来说呢我觉得呢地球崛起的这个警车的模具呢它的变形呢是没有围城那一款来的精彩啊。围城那一款的话呢是代入感是更强一点，也比较简单一些，这个地方压下去也都把这个地方呢做出一些简单的预备。再来的话呢我的习惯呢是把这个脚的话从这个地方的话这一块部件啊先把它给往外哎翻出来，这里也是一样往外翻出去，我的习惯是这样。再来的话呢把它的整个车子的这个尾部从这个地方抠住呢往外抠出去，这样子可能的话呢变形上会比较简单一些啊。从这把它给整个给两侧的话先拉开一点点，然后呢往外这里往外抠出去。这个的话呢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地方的变形是没有围城的那一款那么样的一个流畅啊，这里一样稍微往外掰一些才能够把它转出来，腰转180度。那么腿的话呢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盖板啊，记得是把它给放下来做一个遮盖，
这里是一样比较容易去忘记的。那么脚后跟我们已经翻译下来了，所以腿的变形一定要 OK。 再来的话呢，就把这个人形的这个头的话呢给穿过这个地方，穿过去，这里有个卡扣，将它给扣进去，这样一来的话呢，人物的变形的话呢就算是完成了啊。原则上的话呢，就是腿部的变形呢，在翻折的时候呢，感觉空间的局限度呢是会比较大一点点。那么枪的话呢，你可以握在手上，如果你不想握在手上的话呢，它也是提供了一个可以扣在后方的一个设计。不过的话呢，我个人的话呢还是习惯把它给放在手上，握在手上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地球崛起这个警车，从一台日系的警车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看到铁皮的变形啊，它的变形的话呢，可以说是跟原本的模具的话呢，可以说是完全一样，只是上面多了这个盖板而已。那我们呢，把这个盖板给拿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别的方法啊，也就是呢，慢慢的呢，就是搓动啊，把它从这个凹里面呢给抠出来，从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出来。翻出来之后的话呢，把这个部件往两侧给翻下去，这里一样往内翻下去啊，然后按照说明书的说法呢，必须把这个部分呢往上面推上去啊。它的话推进来的话呢，才能够扣在这里啊。如果你推到后面，就会没有洞可以卡。那么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盾牌的部分，你就放到一旁去吧。那么如果是这个围城系列的话呢，它就是保持这样啊这样的一个车型而已。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话，就上面多了一个盖板。那我们就接着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首先呢，这一块呢，令人发指的这一块呢，还是没有打铆钉，它依然容易去喷溅的。然后两侧的话呢，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顺势把这个盖板呢给翻下去，腿部的变形就算 OK 了啊。再来的话，我们先做把这个 bumble 这个部分呢给往下面推下来，然后呢，把整个手臂的整个上半身旋转过去，旋转上去之后的话呢，再把两手臂呢给打开，顺势的打开，翻折下来，再把这个头部呢从内部给翻折出来，这个盖板的话呢往上面盖上去。那盖上去的话呢，是这里面两侧是有这个凹的啊，跟这个凸的话呢是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结合，将它给扣上啊。从这里将它给扣上，这个扣的话呢，有时候碰点运气啊，不一定能够马上扣得准啊。OK， 扣进去了啊。然后的话呢，手变完了对不对？不知不觉已经把它变完了啊。OK。那就这么回事吧，后面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整理的啊，后面这一块推这样就行了。那么呢，最后的这个武器的部分拿在手上，以及它的这个大盾的话啊，大盾的话呢有一说是可以把它背在后面了啊，也是可以了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丑啊，所以呢还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类似盾牌的一个概念，把它给扣在手上好了。那你可以发现呢，它扣在手上的话呢，盾牌是垂得非常下面，所以其实你不一定要按照说明书的说法，你可以把它往上面扣一点点啊，然后这样举起来，这样子的话呢感觉可能就是也不至于说拖在地上很难看啊，这个摆个样子。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地球崛起铁皮和警车双人包里头的 Iron High， 从一台红色的面包车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这一回主要的卖点吧，对我来说可能还是冲着铁皮的一个机器人型，但是呢在那之前的话呢，我们还是做个简单的一个小对比啊。我们先拿这个警车的话呢做个简单的对比，刚在车型态下的话呢，我觉得这款的一个模具呢车型比较好看。那么即便是变成了人形之后吧可能先前有 MP17 的关系啊，我也觉得这一款的人形的话呢会比这个围城的这个模具的话呢感觉要好看得多。尽管可能这个分色来讲的话，这个还有一点黄色点缀，但它的话整个是一坨黑。但是以这个头雕来说啊，还有这个胸型的话啊，这个胸口的话围城的是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大，然后地球崛起的这款感觉就有一个比较精实精悍那个感觉。背后来看的话呢，两者的话呢也可以感觉得出来啊，以配色来说，由于它的话整个黑色部件变得更加的多，而且它的腿部髋部裆部这个地方呢感觉就变得厚一点点，相比较之下的话呢，这款围城系列就更显得单薄了一点啊。那么呢这个加上这个地方啊，这个白色的这个大腿的这个算是内骨骼吧啊，居然是白的啊，还不若这一款黑色纯黑色
可能的话呢会再来的好看一点点。所以呢在人形方面的话呢，我是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组合包啊是比较胜出的。那么呢如果你要看到这个铁皮的话呢，我更加的觉得呢，尤其以这个胸型来说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是整个是它斜线呢平的，但是呢这一款地球崛起第一出系列这是有一个弧形这样过来啊，以一个胸口的美型度来说，这一次的铁皮我是觉得真的是好看的很多了啊。那以武器来说的话呢，先前围城系列这个武器虽然是可以当成是重型的一个火炮啊，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是战锤一类的武器，虽然是一个两用型的武器啊，但是呢我感觉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二不像或三不像的一个感觉，还不如这一次的一个大型的盾牌。而且这个盾牌确实也是做的是有模有样了啊，又填补了车型上面的一个空洞。那这个小枪的话呢，造型也还算是过得去，至少它很明确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样的东西。那头雕的话呢，两者都好看啊。那么我是个人是比较偏好这一次的这个地出了这个系列啊。总今天呢就抽一点时间呢来给大家分享这一款地球崛起系列啊，台湾并没有代理版的铁皮和警车的组合包。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两个模具呢都比围城系列的那两个造型啊来讲的话是好看的非常的多。那以变形的话呢，警车的模具呢是围城的感觉变起来比较顺，那么铁皮的话呢则是因为多了一块盖板的关系啊，也呈现出两者不同的感觉。但是如果您要单纯就造型来看的话呢，我会觉得这一次地球崛起的这个系列的话呢，这两个造型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呢价格来讲呢，因为没有代理版的关系非常的昂贵，无论如何呢很难不超过台币2000块入手吧啊。以两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呢这样的价格入手，我是真的觉得代价是比较大一点点啊。入不入的话呢，各位一定要量力而为了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